老板还是被我套路了。老板，这个文件你签个字。耳机谁给你的？啊，这个，这财务小姐姐送的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她凭什么送你耳机？这我不知道啊。还回去。啊，不是，刚买的，我就不合适。我不管，别的女生送你东西就是不合适。不是她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行吧，我去还。不是，这啥呀，老板？啊，老板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反正你跟我只许说我送给你的东西，哎，兄弟，用你这个方法，老板真的给我买耳机了。